给佛寺做的烧人好了，真是好极了，这个无话不是。走。全身的虎皮，回去越走是扯，前头这点儿砂罐儿、灰尘、东西，越是那灰白尘的是灰风天。就这烧肉能吃几条？那是几条？看看这，哎呀，火炉炉的，金乌花，这里面车漆和本泥，哎呀，这儿不光了，慢慢一跑，这确实用咱们大坨货就烧的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大坨小烧肉都烧出来了，看看这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回去闹大灰尘、灰白尘、灰粉天儿、煮砂锅儿，非常的棒。